上两期视频大家都误会了，误会这根黑色的东西是寄生虫。在这里我澄清一下，这个是宝宝的尾巴，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是寄生虫了。今天拿出来就是看看是弟弟还是妹妹，这也不出来啊，没看到到底是弟弟还是妹妹。这家伙就知道吃，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就吃咋地吧，吃吧，吃成大胖子，走不动道就好了。